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莫。最近听粉丝说卡尔的视频比较少，是因为国服高端局大号只有 RD，所以卡尔的概率非常低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，可以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。还有炸弹，我操！爽！没蓝是吧？没大招不打，有大再打。我操，他妈吃了10000个技能。他这个也这么痛，主要是这个英雄确实太缺蓝了，打到25级这个英雄才厉害，就是他的大招 CD 非常的短，你只要。操他妈了个逼的，人这么多，有个大招就能救你。做了个 bling。突然10秒到，来了来了来了。
天在外边。他只是不能放到雪泉里，但是可以放到家里门口。为什么我放了雪泉？别到雪泉门口。这边他这边就在雪泉里面。哦，那他是从雪泉出来的。我他妈进去就瞬间在雪泉里面，我操！对面能用吗？这个门？没用啊，这我不知道。刚刚好像是可以用的。那是拉比克的门吗？他们对我们俩辅助。我撤了，我先换波装备再回来。你跟我玩什么？好的。刚连线啊，我去买八五了。我打不过韩，我打不过韩寒呀。加油啊！努力不被干杀，现在已经是我的这个建梦岛了。还有点顺了。他不东西吗？这个物业。他回家了，没来了。已经不亏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好票好牛逼吗？牛逼。说呀，我们国王是高手啊，都在名人地标，我马六款。Nice 啊！这波打得好。哎呦我操，吓老子一跳啊，这个逼我操，吓死我了他妈的。然后辅助可以啊。哎，他们人也分散，我们可以把这方向给我秒切了的。走一下走一下，
两刀，特闪特。这么快、啊？他没盾啊。啊，就是他！哎呦，我的天呀！我操，这边有视野，兄弟们。塔前有眼，我操！来，上小鬼，上小鬼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。啊，推过去可以吗？我操，他怎么看到我的？那他妈怎么打的？啊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哦，加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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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停，没血了。大晕，再靠再靠再靠，都买了都买了都买了。还有小狗，小心小狗，小心小狗跳晕。这他妈赢的，哎呦，这个兵还要宰我！我操，这他妈赢的不容易啊！刚好没买活吗？那个谁？刚好就打买活打赢了。我操！上面有 T 吗？有 T 有 T， 狂风狂风。看能不能让这个夜魔开大斯啊，白天的时候他应该会动我，救一下救一下，我们冲的话你看能不能踢，可以进了夜魔，
夜魔直接就跑了，白费一杯 TP。硬控才行啊！中路替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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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路替人。我的天哪！三个打。能轰吗？救我救我救我，我反正没动，那就是这个，那没人的啊，那没人，没人打的就是对面打的呀，就这阵容拿啥打呀，你好会 TP 的，注意点吧，来了啊，好亏我的，下塔推了吧，我操这天哪，吓唬我，急速急速没了，急速没了，我来了，我靠了，我能打，哎呦我操他妈，这几火吃的吃饱了，怎么能看见我俩，你怎么能看见我俩的，走，过不去，小黑过不去，我们得看着点吧，天都死了随便打，打不死我了，第一张命没打掉吗，有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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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盾了，他有盾，第一张命打掉了，我的没有没有，都得死都得死，我下这个是我这边全上塔了，我不往你们那边靠了，魔晶哎呦我的天哪，中了，我中人了，技能都开了，技能都开了，技能都开了，打 BKB 上了，打好的，别秒夜魔死了，别秒，这个天都应该没技能了，天都没什么技能了，让我斩，让我斩，给个头，哎兄弟，哎呦我天、啊、我还有状态还能打吗，夜魔在我这应该你没输出的，可以打可以打，
打夜魔中大了。骷髅王这是第一条命，要打吗？哎，给回头啊，给点技能啊，兄弟们，给点技能。我天啊！末日呢？过来打先手。起身有 BKB， 起身有 BKB。末日过来打先手，末日。好，撤一下，别冲，别冲，别冲。直接跑，直接跑，直接跑，小黑都走了，打个毛。跳到要的，没跳到没切入。啥情况啊？兄弟，我哪知道啊？还是上一把那个车队啊？对面要基地了，来打打先手啊！来打。我买啊！末日打先手，末日打先手，打先手呀！打打打打打！我有 BKB 的吗？过来打先手，别那么被动。不理他，我 BKB 强残大不了。但是我这波是买的，拆完走吧。退退退退，抱团退。哎哎，追的话可以打啊、哎！别那么怕呀，他妈的，过来打呀，放技能，急死我了。阿逼，前面也在吹牛，打算打起来都不上呢，又不是随便打。拆了，拆了基地。打了肯定烦了呀。之前大家提议我学一些外语，所以我就从 UP 主那里学来了一些打招呼。嗨 guys， nice to meet you all， 波波不登伊那莫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有什么意见不要客气，尽管留言。